经亮起来了。我们台湾好行，包括鹿港线以及我们的铁轨线，还有我们在地彰化的六路公车，串联我们的观光新三角。全新通车的台湾好行铁轨线起讫站分别为台中高铁站及铁轨站，未来将延伸至彰化高铁站，成为串联两个高铁站的观光路线。20日，台湾好行铁轨线启动串联观光金三角记者会，魏县长与贵宾亲自视乘，并邀请民众亲自体验。我们台湾好行这样的一个路线呢、欢迎我们全国所有乡亲来彰化一游来畅游我们彰化花露水的旅程。我们在开通的前三个礼拜后，我们只要坐这个专线到我们铁轨公路花园来游玩的旅客，我们自赠我们的草花一盆，以共同来庆祝这个这个线的开通。那我相信很多的游客要到铁轨以后，经过我们县政府规划这个花露水专线我相信很快速的就可以到达我们铁轨，也能为我们带来很多的观光人潮以及增加我们铁轨乡花卉产销业者的收入。此次路线搭配园林客运六路彰南观光串联公车，将鹿港、铁轨及高铁台中站三地连接成观光金三角。假期想要规划2日游行程，畅游花露水、赏花、玩水、游鹿港，只要搭乘台湾好行及六路公车，便能轻松搞定，让想要游览鹿港及铁轨的游客能够更快速地到达各个景点，丰富行程的规划。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